赖维如在情人节难得抛出跟男友邱乐伟的影片放闪，结果却有网友歪楼表示，男朋友跟王思佳老公挺像的。天赖维如除了难得放闪七朵花出生的他，也难得秀歌喉，向大家献上情人节祝福之余，更要大家忽略他的腿像糯米肠。可惜网友的重点不在他的腿，而是再度歪楼比较起他和死对头的歌声。没错，我们王美可是有出过专辑、开过演唱会的哦。小编觉得两个人都蛮会唱的，大家认为怎么样呢？